自古华山一条路，不过位于上水的这个华山呢，就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上山的。现在看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当日落山的路，也都可以上山的。我们先是来到小坑新村，在这条路转左就开始上山了。丝网出边行了大概20分钟，再跟返呢啲標誌上山。